这时，咱要来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咱圣经新约部分《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新约部分《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咱台语汉语本在咱新约八十八页，白话字在咱新约八十六页，福音本新约在咱一百零五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在咱新约。八十七页，现着即时我来读。上帝话安尼甲咱讲：正抽象的甲歹人伫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咬咬念讲：即、这个人接纳歹人，煞甲伊食。第三节，耶稣说一个譬喻对因讲。恁中间啥物人有一百只羊，失落一只，减无暂放九十九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伊得到，已经找到，就欢喜陪伊伫经到头到厝，就组织伊的朋友厝边，甲因讲，就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到。第七节。我甲恁讲，海人中有一人反悔，就是天人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九十九个异人毋免反悔个，搁较欢喜。上帝话咱读到遮，正道咱今仔真欢喜，咱有请地乃宣牧师来下咱三角内面个今仔所要讲个题目是减无去找我迷失个羊，牧师。